新偶像剧《三明治女孩的逆袭》十二号举办首映会，演员排排站，男女主角也特地出席。其中张力昂在新戏中饰演个性超级端角色，自己爆料平常就跟戏里一个样。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反差很大或什么，但其实对我来讲是我自己在家做音乐的时候我就长差不多那样，就是也穿一个内裤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戴个眼镜就在。现在大家都想象，老板不想做的丢给你，下属做不到的你得扛。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上司嫌下属怨，永远被夹在中间的三明治女孩。新戏话题围绕职场女孩在工作、爱情、家庭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，完全显露出现代上班族的喜怒哀乐。而剧中店面落成开张，除了找来粉丝同乐，演员更亲手送上三明治。你要我手上拿下男主角人气大比拼，现场还带领粉丝参观拍摄场景。三明治女孩的逆袭预告一出，引发热烈回响，观众也敲碗期待首播的到来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